大家好，我是麦神，麦神父。如果大家認識多啲麥神父咧，我哋就會同你進行快問快答。咁你喺兩個題目入邊揀一個啊？中餐，炸燒包，揚州炒飯啦。電話，WhatsApp 啦。夏天，來自剛果，來自剛果。係，剛果冇冬天嘅。有時會好涼嘅，不過冇香港咁凍啊，所以你問我啦，夏天，哇！香港嘅夏天咧真係特別辛苦啊，因為剛果咧係好乾噶嘛，但係呢度好濕嘅，所以又濕又熱咧係好辛苦啦，真係。我非洲人啦，來自剛果，當然會話凍噶嘛。要講清楚啦，咩新年係西年中，係農曆新年，因為你有一段片係扮財神嘅，我哋知道。新年快樂，龍馬精神餅。你 cosplay 財神。聖誕節啦，主耶穌基督嘅誕生，好特別嘅節日。開尼撒啦，同大家一齊慶祝啦。吃飯啦，sorry， 你再問啦，長高啊，兩樣都有嘅，OK，sorry， 電話冇電啦，send message 啦。我中意打字啊，埋寫嘢咧都係我嘅 style 啦，開美女嘅，繼續做開心嘅神父啦，識睇所有語言嘅能力，四五種啦，當然係廣東話，果係因為我係剛果人咧，要識講果字，因為我咧，我哋如果講剛果話咧，係冇果呢、這個，咁好容易講果，係啊，所以剛果人唔係剛果人，係剛果人啊，個果字咧練咗好耐嘅，所以老師成日話，如果你係剛果人咧，要記得食芒果。咁就可以多啲有果呢個字啦。生力18歲，好精力啦，好多嘢想做啦，同埋有時好 naive 嘅。不過我哋要向住前邊啦，唔可以睇過去嗰啲。如果你哋有乜嘢同我一樣咧，咁就請留 comment 啦，同我講啦，同我分享，係咪啊？Good.